这叫签约啊！我都不用拿给我经纪人什么的看一下吗？不是，你还有经纪人？啊，我自己。我看一下哈。拍摄活动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签了吧！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机会太难得了，多少人巴不得抢着上啊！ 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个节目都是跟大明星搭档的。哪个大明星啊？还哪个？一个你想都不敢想的大明星。啊，姓大，叫大什么？赶紧签，不签我得换人了。哎，别，我签就是了，我签。啊，不过你看这条约。 无故违约的话，要赔双倍的违约金。你签不签啊？不签我真换人了。我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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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签。我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啊，到了那边之后呢，你只需要。 全程微笑，保持微笑，OK？嗯，行行。我按价格最贵和信用最佳全点了一遍，你看哪个顺眼？这个油太大，这个里面有色素，这个不新鲜，啊，闻着就想吐。 杰克，哎，算了吧，我还是吃泡面吧。豪哥，你这样可不行。Sorry 一走，你连最基本的进食都受影响了。谁说受影响？我就是想吃泡面。那给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吃外卖就好了。嗯。哎，有那么好吃吗？嗯，跟 Sorry 做的比差一点，但是我已经完全满足了。所以你没有去找Sorry？找了。 周围的菜市场、超市、咖啡馆，我全都找了，但没找着。他难道会在附近逛街，站着等你去找他吗？你傻呀？哎，也是啊，那他会去哪？一会儿继续找，在找到 Sorry 之前，你就跟我一起吃泡面吧，好自为之吧你。
正好你们两个都在。是这样的，我安排了一档明星和素人的真人秀，让你们两个录制。兰姐，我记得我说过，我不想参与这种快餐性的商业节目。大浩，你应该知道，前段时间爆出你耍大牌的新闻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压下去的，但是媒体还在盯着你。通过这次真人秀，我们可以最快的扭转你的人设。而且真人秀周期短，播放快，效果是最好的。至于录制的地点嘛，我想定在你家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全方位的展示你的私生活，粉丝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。还要在我家录制？我不想展现自己的私生活，更别说在我家录了。浩哥，公司为了挽救你的人设，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节目，可谓是用心良苦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马上就要做搭档了，这个节目很快就可以开拍了。兰姐，我倒是有个很好的素人推荐。哦，王董的女儿王轩，她不仅形象很棒，而且性格也很开朗。兰姐，如果她对这个节目感兴趣，说不定王董会给我们投资。我觉得他确实是个不错的人选。这样吧，我立刻让工作人员接洽一下。你怎么不喝啊？你最爱喝的榛果拿铁，无糖的。你想说什么就说，别憋着。和影帝擦身而过的电影咖，突然变成综艺咖了，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去消化呀。大浩，你觉得增加人气和你将来接好作品矛盾吗？我觉得你最近真的很小孩子脾气。你看你的脸，能不能笑一笑？我笑不出来。事业不顺，就连骚扰也走了，生活一团糟。以前你说总是拍戏，回家以后不想看到任何人。我觉得没有人照顾你，就把骚扰找来。我觉得他现在走了，并不是件坏事。兰姐，骚扰是被我们连累的，他没有做错什么。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我花钱请他来是照顾你的，不是让他当大小姐的。而且他说走就走，说消失就消失。我们就不提违约好了，起码他是一个极度没有职业精神的人。不说这些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宋大浩，你来了。这样从夜做到白天，控制我的想念，对你想再问一遍。那天，爱消失的那天。你好，上次我存的那本书呢？啊，是他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。
怎么也不联系我？到底跑哪儿去了？你去哪儿了？这样好像显得我很在乎他，不行。你死哪里去了？给个机会解释行不行？是不是太凶了？发完了把我拉黑怎么办？不行。你去哪里了？看到你弟弟就这副表情啊！你跑来干嘛呀？别告诉我，你又发明了什么新东西？我可没兴趣。我就不能过来住两天吗？你是又被家里踢出来了吧？算是被你看穿了。不过我带来了升级后的苏弟，你看，他就是苏弟。有了他，保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。苏弟，做个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我叫苏弟，今年2岁了，是个全能型人工智能。有多全能？我可以进入到任何屏幕上，也可以进入到绝大多数电子设备进行操控。难道帮我去拿杯水吗？这都不会还说全能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只为九一少女的梦服务，因为我没有脚，没有办法动。啊？九一少女的梦是什么鬼啊？是你吗？哥，这苏弟有严重的直男癌，你就体谅体谅吧。哦。你这是直男癌晚期了吧？哥，你要查什么事儿交给苏弟。他能行吗？当然可以，他有全智能系统，肯定可以。那让他帮我找一找 Sorry 在哪儿。搜人嘉宾。几点了？有时间观念吗？哎，师傅，那谁？完了完了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快点啊！我得想个办法跑掉。一堆事等着你俩说呢，赶走。哎，浩哥，你看，等节目播出了，我想你肯定要霸占热搜榜了。到时候热度增加，片酬增加，说不定我也能跟着发笔小财了。浩哥，你可真是人生赢家呀！你很羡慕啊？能不羡慕吗？你睡觉的时候银行卡的余额都在增长。那如果要你拿自由来换呢？拿真实的自己来换呢？我去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喊我。化妆师。哎，导演，妆调好了没有？是啊，把两个素人演员的妆化一下，半个小时准备试拍。啊，好的，跟我来。光再调一下，这样行吗？没劲，可以。早知道小天哥哥不来，我也不来了。不是对讲没电池了是吧？你这个帮我拿下。太危险了，怎么当个群演还能跑回老板这儿？不行，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能让老板发现我。这也藏不住啊！这里，这里。什么？蓝总，我被人顶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顶了？不可能，节目组都没有告诉我。连你都不知道吗？你说真的？啊。等等。我刚刚收到解约合同了，而且他们愿意赔偿违约金。小天，他们换的人是谁啊？
华哥，准备拍了。辛苦辛苦辛苦老师，来，这样咱们5分钟之后正式开拍。今天内容很简单，大家可以先熟悉熟悉，对对台词。今天主要是这个明星啊跟这个素人互动。今天素人嘉宾有这个王轩和大可，高明老师你跟王轩一组，达浩老师呢你跟大可。大可呢？大可呢？导演，没找着。嗯，素人跑了。跑了？嗯。嗯。10分钟之内，我要见到他。去呀！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浩哥，网上传你女友粉有上千万啊，不过如此。一听说要跟你对戏，直接就跑了。我估计是他不知道有你，看见你来了，直接吓跑了。要不入镜，这行吗？导演，找不到，要不然咱们换个人拍吧。他擦多亮，你照这。还有5分钟开拍，你告诉我换人，你演，还是你能演呢？咋的，你还有想法啊？导演。我们浩哥签的合同，可是一天只工作12个小时，从化妆、布光、陈设到现在，已经过去好多个小时了。哼，我绝对不出去。现在就开始拍，走。后期找素人演员来补特写。来，各个部门准备了啊！好热，好热。各就各位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你好，卡。大浩老师，哎，大浩老师，我知道您平时形象比较高冷，但这个节目用意您也知道，蓝总呢煞费苦心，所以说您能不能有点笑意？您想象下，对面来的是您好朋友，台词呢尽量多一些。语气尽量温柔，温柔啊！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好。OK， 过。得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们真人秀也拍得这么假呀？所谓真人秀，重点是在秀上。没劲，我还以为能看到明星另外一面，跟他们交交朋友什么的。和明星做朋友，妹妹，你还是回去读书吧，脑子呢是个好东西。趁早发育还来得及。高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高明、王轩就位，补进门反应镜头，来。浩哥哥，浩哥哥。王小姐，你最好还是叫我达浩，人多眼杂，避免是非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干什么？注意距离。哼。什么破明星啊，一个比一个臭架子大。浩哥哥也是你能叫的，看我把你变成丑八怪。让你去补妆，不是让你去画小丑。谁捉弄我？别刷存在感了啊！谁捉弄你？那就是你自己画的，化妆赶紧的擦擦。我跟你说啊，咱这是拍真人秀，不是动物世界。走开！未来，拍摄顺利吗？南总，您放心，浩哥很配合。那就好，有情况随时跟我说。嗯，好的。爸爸，我被人欺负了。简直太丢人了！哎呀，宝贝闺女，怎么了？不是说去参加节目了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我化的妆都花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也太过分了！哎，宝闺女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咱不参加了，我现在就给他们公司打电话，让他们停拍，我给你出气。简直太丢人了！别哭了，宝贝儿，别哭了啊！我现在就派人接你回来，别动啊，别哭啊，乖。对，对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很奇怪。好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马上调整。好。来，大家集合一下，过来过来。说个事儿啊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咱们的拍摄计划有所调整。第一次的拍摄今天就到此结束了，第二次的拍摄具体等通知。导演，带壳还是没找到，怎么办？今晚去哪儿吃？不找了，收工，走喽。收工。停拍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现在得到消息，好像是资方那里出了问题，马上就能核实。这样超水准的综艺制作，应该是不会停拍的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！这样吧，你想办法再了解一下情况。好的，蓝总。蔚蓝，冰箱里东西不多了，你一会儿去趟超市，帮我买点车厘子、椰子油，还有薯片。车厘子要金城路上那家进口店的，他家的最甜。椰子油呢，规格要300毫升的。薯片的话最好，啊，崇光百货有一款新上市的口味。
还有，帮我多买点小迷糊面膜，那款好用。浩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买三样东西要去四个地方，来回200公里，面膜还得从网上买，还得快递。你有意见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没有问题。蔚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要求都挺过分的？没有，浩哥。其实是有那么一点吧。说句实话，这事不怪骚人。那天是我因为连续NG牵累了他。平常我还有其他很多奇怪的要求，他走也很正常。蔚蓝，我这个人特别难相处，是不是？当然没有，浩哥。蓝总其实有句话形容你特别对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刀子太快豆腐又太软。再说了，你要是难相处的话，我还能跟着你6年，我又不是受虐狂，对吧？就你嘴甜。浩哥，你先休息吧，我下去忙了。相遇的那瞬间。